先 D Crystal， 我今年15岁，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啦。而近排我发现我除了喜欢跳唱啦，我仲几喜欢写 rap， 所以希望之后可以有机会发挥我呢方面的潜能，同埋俾大家见到我呢个比赛入面进步。辛苦晒大家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我哋一啲都唔辛苦嘅。好，呢个时候就辛苦你啦，要摆啲 pose 俾大家影翻张相喎。唔知佢個 pose 咧，會唔會都有啲好動嘅一面可以帶俾大家呢？右邊，相信大家都比較緊張啲。右邊唔該。都係第一次見大家啫，係咪？慢慢啦，因為咧一個長途式嘅音樂比賽啊嘛，所以我哋係嚟緊6月11日開始，每個星期咧都會見到大家嘅唔同嘅表演或者唔同嘅進步啊。好 ，thank you。有的美，但岸的记忆。